看看新闻网。奶茶妹妹跟刘强东这一对最近也是周折不断啊，因为先是被爆出两人已经分手的消息，后来呢又被拍到同游的照片啊，疑似复合，而这几天两人的关系似乎又有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啊，据说两个人好事将近。虽然戴着口罩，但我们还是能够一眼就认出来，这两位正是奶茶妹妹跟刘老板呐。看姑娘笑的，这是在干嘛呢？哎，等一下，这难道是在挑戒指？没错，3月3号晚上，有网友微博爆料，两人在高档商场挑选钻戒。挑戒指做什么呀？大家都懂的。第二天又有网友偶遇两人一块看电影，这天天腻在一块的劲儿啊，好让人羡慕的。随后网络上也立即出现传闻，称两人的婚礼将于近期在宿迁和北京两地举办。刘强东还跟女方家准备了约1亿的聘礼，刘老板果然大手笔呢。其实早在2月16号的时候，就有一张疑似刘强东的朋友圈截图曝光，图片显示刘强东晒出了一张左手无名指戴着戒指的照片，称此生此刻有你最幸福最好的生日礼物。疑似奶茶妹妹的微信号小天章也在后面点赞了，似乎是甜蜜回应。结合以上种种，似乎好事将近这个消息还是挺靠谱的。虽然今年1月有传出过二人感情生变疑似分手的消息，不过很快传言便被两人亲密同游泰国的照片给击破了。2月3号，刘强东在接受外媒访问的时候更是称太太喜欢法国，而这个太太经过网友推断正是指的奶茶妹妹张泽天，所以也有人怀疑了，其实两人目前已经登记，就差个婚礼而已了。这么看来，尽管这对年龄悬殊的情侣一开始并不被大家看好，但一路低调相伴，最终要迎来爱情的果实了吧？就是好，希望呢，你找到。我觉得呢，还是就是这次呢，既然我们已经公开出来了，那我们就把话说完，希望以后呢，在这次呢，再发生。行了，在线综合报道。